发电机把他们就是人员安排下来了，安排解救下来了。第一时间停电，因为设备都在停电，都忙的设备上，机修工直接去那个，都没有，因为有的大型设备都有发电机，发电慢慢的让他们下来的。但是我们领导一直在跟那个工程所打电话，就是沟通。